我很多年以前不很胖，但是现在我的生命是吃饭。你不但知道我打网球打得非常好，而且你知道我非常好看。等一等，你怎么可以听到我在想什么？没关系，吃饭下去，你会越来越胖。我不关心，我吃饭吃得很高兴。服务员。你好，先生，你想吃什么？你好，先给我吃胖夹子。真的吗？你吃不吃得下吃胖夹子？你看看我，我太胖了，我很容易吃得下。要来三个汉堡包，多放味精。我觉得味精的味道很好。太大放狂了。我可以听到你。哎，对不起。啊，等一下。你是有特别有名的网球队运动员，胖丫吗？你长得像他。我三多年没打网球，我应该打。我打网球打的比乌龟糟糕。我需要锻炼。我刚记得打网球好玩，对不对呀？我听到你需要锻炼。我的朋友，他可以帮你。我会教他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是大肌肉先生。你想打网球打得很好了？好，我爱打网球比爱吃饭更多。啊，我可以帮你，我们会开始。好。胖丫那么很多时间锻炼，他越来越瘦，他每天锻炼23个小时。这是胖丫最好的时间回来打网球。不过，胖丫不知道他的主人大龙也打在这个网球比赛。我有点紧张，紧张是紧张，但是我也很兴奋。你们好，欢迎参加打网球比赛。第一个比赛是胖丫对红牌。看看他的网球技巧。
听说他现在打网球打得最好。我太饿了，我要点巧克力拉糊出去中饭。我也要吃。第二个比赛是大王对小牛。我太酷了，而且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的下一个对手是胖丫。虽然我紧张，但是我要胜利。最后的比赛是大龙对胖丫。我不知道大龙也打，他打网球打得特别好。我打网球打得非常好，我比你打网球更好。再说，我非常帅，我不会输。我们会看。网球是最糟糕的运动。